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。发给全世界每个人一个计算使用次数的环保袋，一年当中有超过300次使用次数的话，就可以参加月球旅行的抽奖。我觉得每一户人家都要种一些植物，整个地球就会盎然生机。豆芽菜是什么？就是要绿豆，炒菜的时候就抓个几把。那他的惩罚就是很轻微，就是他不能参加月球旅行的抽奖。我要把他送入地下当奴隶。那我觉得他会难过一整天。我觉得不能过度捕捞跟不能过度砍伐，因为我喜欢小动物，然后现在就是看到很多小动物没有无家可归这样。你知道我们之前拍 MV 不是有一只那个蚯蚓虫吗？你说你救的那只吗？对啊对啊，它现在还活着，它有爱心啊。去吃牛排的话，这种肉类的话，你一定要日行一善，就是你可能要去捡路边的垃圾啊，或扫地，净滩一天之类的，對對對，一起守护地球，但是也可以享受美好的东西。交换句，刚那个敲醒头就咬他一下，夹鼻子。取之地球，用之地球，所以他一天不能喝水，或是要购入一张来自欧总的 EP， 他一定要买。你有想法？把手机没收。不行啦，我是我这个地球的总统，你这个会被罢免啊。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遇到一些舆论的压力，不仅是我们公众人物，其实每一个环境都会遇到。如果少了这个，我觉得世界会更美好，所以我要当把手机没收的总统。我会想要所有人都吃得饱，因为我觉得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世界上每个人都多一点善良的话，这世界就不会这么自己舔，这么拼拼。我会先找他聊天，像说为什么你需要手机，那你可能要跟几亿人聊天。不是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啊，就先用关怀的方式。我的话就跟现在一样，你去管。就是自己好好想想自己做错什么。最简单的资源回收要分类哦，真的，帮我们服务的那些人他们也很辛苦，对，就减少一些他们的负担，其他人的麻烦。我的话，我觉得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那真的蛮伤害的。其实简单的，你只要备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个汤匙就解决的话，那人人一起做，积沙成塔。对，这些事情的能量其实很大。我觉得可以在包包上面放一个，就是一个可能一个钩子啊，然后就是挂一个环保袋。就像刚刚讲的，我很容易会有环保袋，可是我忘记用它。那如果是可以像挂在包包上面的装饰品，然后又是环保袋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很常会用到。呼吁大家可以多带环保餐具。那我觉得餐具呢，你可以拿来，你可以有各种想象，可以拿来防身哦，接招。有变态你就这样戳他鼻孔，刚好两根筷子这样。例如把保特瓶喝不完的拿去倒掉，再丢进去会比较，帮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们会比较轻松。大家可以多走路。你也是最近才开始走的。我最近体会到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走路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我以前其实不太喜欢走路的。从公司到我家的那个计程车费可能100上下而已，所以我就直接走回家就好了。真的，省钱也是一个环保的一种。哎，走路可以多跟自己相处，你会觉得人生快乐一点，可能吧。我们心中的地球，我就可以结合我们大家欧总。你说你要画？先画一个感觉是地球的那个表面，表面。我这个可以天马行空一点。那我画一个小宝宝，他是独角兽的。OK OK， 创新。没错没错。给他那个脚，给他那个脚，给他个脚，给他个脚。我画的，我画一棵树，画一棵树给你。我画的蛮好的。哎，有有有，有像树，有像树。OK 啊。太阳。哇，你的太阳有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人造卫星。地球的外圈有很多人造卫星在飞来飞去。我想要画爱心。哎，可是地球没有爱心。地球有爱心，天马行空。这是人类的理解。天马行空。你在画欧总对不对？哪里？这就是欧总，臭氧层啊。哦，对。他帮我解释了。好了，我觉得是把颜色着起来好了，把我们地球变生动一点。感觉这地球充满了爱与光芒。哇！他
就是上了三个色而已。对，不错，我们是拯救，我们是拯救地球的超人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拍到我都说不出话来了，有点丑。江江，地球，这一个小狗狗，我给它加一个披风，小狗狗，还有一只狗。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，但是世界温柔以待之前，我们要先温柔的对待地球，多一点倾听跟理解，让地球变得更美好。保持你的善良，让世界人都因着我们而善良。每个人都多一点善良的话，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。身为地球之母的孩子，大家一起为妈妈多一份心。对，要当个孝顺的孩子哦。和我们一起让地球更美好，追踪 Hello Taiwan， 看更多。哦，这感觉就是一个很没有画画天分的。问一下下面这个大气层是吗？臭氧啊，因为我们是 Ozone。哦，你知道我画什么？我画臭氧层跟爱心花朵，然后我帮你的人加一个爱心，心地善良的人类。果然是个心思非常细腻的男人啊！我觉得这幅画真的画得非常好，那更能诠释我们欧总对地球的想象。啊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这幅画真的画得很好，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吧！耶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